美女。嘿。你在干嘛呢？在洗车啊。你这手上是什么来的？这个。对呀、啊。是家用的洗车毛刷，不用电也不用高压，接上家里的水龙头就可以使用了。啊，挺不错这个。对呀、啊。怎么购买的？在我直播间买。嗯、哦，这么漂亮，颜色比较红。好香哦，这个海椒真的是，这个辣椒特巴适，你看。里面香喷喷的哟。
起吧。